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招走掉。没有，不要，我弄你去了，去了，快快把你那点钱去了，又不是在这卖了。咋回事啊？嘿，啊，趁东西少趁。还没叫我几个我没有少坑呀，你就少坑了，你拿我的肉干什么了？哎，你的肉不给人家钱啊？那你把我的肉给，你把肉拿回来呀、啊哎！周围你，我不要推他啊！打扰我，什么情况，妹妹？他把我的那个腊肉给拿走了，然后明明我卖的是土鸡，他说我卖的不是土鸡。哎呀，先把橘子捡起来吧，没事没事，这个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卖这个？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家里面平时都是靠一些庄稼呀、卖菜呀这些收入。然后奶奶说让我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卖了，给爷爷买药，因为奶奶现在年纪大了，也这山路也不好走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我今天早上走了好远的路过来，然后说卖了鸡、卖了腊肉换点钱，结果他把我的腊肉拿走了，然后还把我的钱也给拿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这腊肉挺好的。你把腊肉和鸡一起卖给我吧。你一个人吃得下这么多吗？我可以拿去送朋友啊，这些没问题的。来嘛，我们捡了。你家里面还有没有吗？我家里面还有。家里面有的话，那要不再去拿一点，这一块不够。我可以。那等我把这些卖完了，我们再去拿吧。没关系啊，你这些都卖给我呀。那个，我们先回去嘛。现在回去吗？对，走嘛，走嘛。来，这个鸡怎么拿？妹妹，你怎么走这么快呀、啊？天哪，这个路！小心点哦，这昨天才下了雨。对，就是有一点滑。你把那个腊肉拿来，我帮你拿吧。没事，我来拿吧。不动。你一个人拿这么多？爷爷，你吃饭了。哇，这个腊肉真好，来喝水。哦，谢谢。哇，你们这边都是喝的山泉水是吧？对，这是我们山上的。这里还有这个杆子。哦，柚子，你们自己种的呀？对。真好。那你给我取一下腊肉嘛？你们可以卖多少啊？这个？我先给你做饭吃吧，你还没吃饭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吃了的。你给我那个把香肠取了，然后那个我就先走嘛。你要不要吃个饭再走呀？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哦，我来吧，好重啊。没事，我来。嗯。这块是要留着是吧？对，这个留着给爷爷他们吃。嗯，哇，你还会用这种秤？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秤。我做秤了。小五哥刚好15斤，我就算10斤吧。不用，你就算15斤哈、我给你算50块钱一斤嘛。你这个肉很好。但是你刚刚帮我那么大的忙，我想送5斤给你。没关系，这个我后面还要呢，你们应该后面还要弄吧。可以，那到时候我需要的话，我就再来找你。那我就先走了哟。听不着想不着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老。爱怎么能消失掉？